北市风大雨大，最大阵风达11级。为了安全，有乘客改搭小黄回家，没想到反而卡在路中。当时乘客要把门关起来，但是因为风实在太强，风一直往这边吹，所以呢，它力量不够大，导致呢风直接往这边吹，让钣金全部都变形。We even tried together, and then it just cannot close it.两个来自韩国的女生来到台湾，第一次碰到这么强烈的台风，没想到全身淋湿回不了家，驾驶还要他们赔偿2000元来修复车门。锁没有抓牢，锁没有抓牢，所以那个整个就是钣金都变形了。对对对对。We kind of don't understand why we should pay for it. So you think it's unfair, right? Yeah. 看来台风天就连开车门也要特别小心，免得飞来横祸。记者林佳元、张凯亮台北采访报道。